平常有节日的时候大家聚会交换礼物是件开心的事情，可是在康熙来了令人有不祥的预感，因为呢明星家里面堆满了垃圾，所以他们把我们节目的交换礼物当成是出清家里面存货的一个机会。请你们了解一下，就是交换礼物还是要有礼物这件事情放在前面，不要拿垃圾，这是清仓吗？不要拿垃圾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因为邀请七位来宾来参加交换礼物。 Hello 你们好。可以。除了七位之外呢，另外大 S 跟我也都准备了礼物，以及非常难得的陈汉典也准备了礼物。不过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真的对于各路明星们有不同的期待，所以像对于徐熙媛小姐，我们就会有非常深刻的期待。她毕竟跟她的那个喜欢恶作剧的妹妹是不一样的个性，所以不至于拿出用剩的人生晚肠，或者是不会，人生晚肠他一次都是用到底，不会。还有上一次临时把化妆室坏掉的灯泡拿过来给我们交换，我是真的是有都全套，你的东西是新的吧？是 OK 好。那我们也看到呢，各位明星的桌上都放满他们今天要贡献出来交换的礼物。在交换礼物之前呢，先特别恭喜 NONO 同学。 Hello， 恭喜你。在万人球场求婚成功。策划了多久？差不多四五天。然后有要求明星们要加入一起？只有三个人知道而已。谁？一个是我们这一队的那个，就是台湾之星的队长是碰狗。彭恰恰先生，对，然后管理是马国碧，然后还有对手就是另外那一队的那个孙协志队长。可是我听说婚礼扯到马国碧都不是一件好事。对，扯到他，因为他好像号角响起的那个，找他去当招待，他最后没有去耶。他会失踪，应该不会给他职位啦。对对对，不会给他职位，让他来用餐就好了。然后你准备钻戒这些都没有被发现？对，没有，因为我那个钻戒买很久，我跟玉芳买的。对 ，OK， 对我买了三四个月。听说黄登辉本来叫你用借的。那是他没有钱的人，对，对啊。求婚可以用借的吗？当然不行，没有啊，不行啊，可以吧？因为就是演一出戏吧，求完就还掉，没有啊。因为你那个求婚那一刻就是要给他的，对啊。求婚不可以用借的吗？不行啊，结婚相亲也不能用借的吧？结婚那可不可以？那可不可以求婚的时候就拿出来看起来是大的那一颗？可是等他答应以后把盒子交过去的时候，里面放的是比较小的。就是当然不行啊，那就不行。就是原来那一颗，那女生这辈子吵架都会这个点。真的，你求婚那一颗给他，然后大小如果不合，如果手法灵巧一点，他也许没有办法发现不是原来那一颗。你们真的小 S 啦，小 S 他不会发现啦，你就算拿假的，他也不知道是。他现在戴的是塑胶。他本来呢家里有一颗真的，然后我就去他家把一个假的跟他调包，反正他也认不出来。这是我的计划了，还没执行。我先执行好了，因为我在球场对面一个花店啊，就订了100颗气球。然后请那天到现场的工读生说，待会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，没有跟他讲我要求，就请工读生都藏，然后那就找了10个工读生，然后他们就一人拿10个气球，就躲在那里。对，本来是要把它放上去，可是因为那个球场，台南球场它是一个航道，所以不能放气球。对，所以但是对，所以就把它绑住，然后就请我就下去，然后就把花拿上场，然后所有的工读生，然后就拿上来，然后刚好那个就是播报球员，就是说今天。对 ，NONO 在现场，对，有一件事情是，然后球气球拿出来，大家都知道，然后所有的球员，两队的球员，大家都跑上来，那球迷们知道吗？球迷不知道，完全没有人知道。然后在现场，对，所有人对。所以你最担心的是什么状况？就是他说我要再想一想，会吗？就是，但是大部分求婚的人都有把握了。可这个之前你应该测试过吧？你应该说，我们要不要？对，因为他有说，因为我跟他说那。想说说，那我们明年大概就可以结婚什么？然后他说，你又没有结婚，你又没有结婚。哎呦，对，他就说对。OK， 那他当场不就感动到落泪？对啊，只是后面比较累了，因为他叫我抱着他要跑一圈，就是从本垒，从本垒出发，跑一垒，跑二垒，跑三垒，然后再回来本垒，代表对，按请全垒打这样子。万一中间跌倒，对啊，就我说很怕，对，但还好平常体力有在练。好，我们先不要管桌上东西好了，先以人品来看好了。好，就这七位明星当中，你最看好谁 ？Kevin 老师啊，是 Kevin 老师。我真的觉得看好 Kevin 是对的。对，
因为他平常要做很多造型，所以他一定会买很多好货存在家里。然后如果用不到的话，他就必须要出清。是，而且他为人呢又比较正直，所以表现出来。而且你知道造型师这个行业的人，不知道为什么很有好胜心哎。对，就是很难输给别人，所以如果拿出垃圾来，应该在这个行业就混不下去了。没有垃圾。大家都好去，比较混得下去是像你旁边退役主播，退役主播，我为什么坐在这里？我不好意思，而且又坐在这边，我好垃圾哦。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许建国的东西，我好像在某节目，另外节目我看到他那个屡次的出现哎。这个是千王，我也有带来。这个是千王，谁抽中谁会幸运一辈子。棉袄你还不会又带来的吧？什么东西要带来？棉袄不是有一个啊？对哈，忘记带那个。好险哇！那个永远不有，还有那个等级差太多，就是很像兽医的那个棉袄。其实前面那块肉看起来很吸引人，是刚从那个超级市场的专柜拿来的，哇，非常考究的冷冻的肉。真的，所以如果是好肉的话，其实很值得换呢。那不是肉吧？那是石头。石头还肉啊？那超值。那不是真的肉吗？那是肉啊，肉群。那个肉群是肉吧？那个是真的肉，放很久就变。在市场上卖至少都十几万以上。那应该是很好的肉吧？很好的肉，上等很重哎，重的肉，上等五花肉。你确定那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真的。陈开点是肉吗？是一块石头。吉吉呢？因为烂东西。哪有？这个是我很舍不得拿出来，好不好？这是小钟给你的，你不要东西了。我要解释，其实这个是有一次我们就是也是录交换礼物，然后是小钟哥包给别人，别人抽到，然后因为那个人抽到他非常生气，他就扔到地上，然后我一看，我想成语词典哎，很好用啊，对，而且还是彩色的，然后还有注音，然后里面还有图，汉典需要，因为汉典需要吸收新的成语，而且我就很开心，我就把它捡起来，我就问那个人说，那你可不可以送我把它带回家？等一下，我们这个就是指定跟陈汉典，好啊好啊，好啊，而且里面还有那个插图。看到那个插图的这个颜色非常丰富，对啊，而且所以你不会再回家只看插图吧？不会，我有准备要跟汉典交换的礼物，真的吗？是，你有想要汉典的东西是不是？你会想要汉典有汉典手上有你想要的礼物，还是说你是为他准备了礼物？我有汉典想要的东西，可是有问题是他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啊。哦，那算了，那等于是白送他，不行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有机会，因为我们要从 NONO 开始，他身上带着喜气，是求婚成功的人。好，左右两侧来宾分别跟中间想要交换礼物的来宾做选择。假设左方愿意跟中间交换的话，两人的顺利成功；如果是失败的话，就要强迫跟右边的交换哦。NONO，请你拿出第一样你要跟左右两边的人交换。第一样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就反正农历年快到了，求个喜气好不好？强势先家里有晚辈的应该需要吧，可以带回去逗小朋友开心，而且如果养猫你也可以逗猫啊，真的，除了左右两边有异物之外，别人可以抢哦，谁要吗？赶快，很喜气少年哎，夏克力，你是加拿大人，你应该对中国的东西，中华文化吗？这个我也喜欢，我喜欢中华文化，可是这个我家里也毕竟很多垃圾，好不好？很多垃圾啊，都是垃圾啊。然后跟你说，如果没有，没有，我不用，不用，我不用。我不用，前面你换了。跟你说，为了你的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买我做的 X 光。他家狗狗的。你带 X 光片来干嘛？这是你看，这是什么啊？有狗狗。狗狗的，狗狗的，狗狗就是这个礼拜前就不能走路，我就乖乖的，以为是因为他的骨刺，他不能走路。后来带他去拍 X 光，发现说他肚子里面有一大堆塞，因为便秘啊，他便秘没办法塞出来，所以他就走路。对对对，他便秘没办法走路，所以要让他吃一个东西。这个你看到这里清楚，这个塞没有放出来，让他出来，他就可以再走。走路的，但是你带这个来干嘛？就给他排便。你这个可以排到康熙礼物交换，
荒谬的前三名哎！你太烂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谁要是啊？一个礼物没有，因为谁要收到一个你已经有的东西，我觉得没有。而且独一无二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这样说，就是捡到狗屎运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吗？哦，我要狗屎运。而且我蛮喜欢这黄色的信封配一个 X 光的感觉，很有艺术性。哎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把它框。快点，你把那个袋子拿过来。我发现那个袋子很有趣，它上面有画一只狗哎。你看嘛，好有趣哦。我会告诉你身体的部位啊，多好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还有一双。许佳悦，我要这个袋子。我要。还有他，我要英文教学啊。还有。误会是不是？那我现在觉得很寂寞，没有人要理你，是啊。我要。那什么的，可以带这个绕，早上把我肾结石也带来。阿咪反应超灵敏，许佳瑞频频中间，简讯多于电话。就是我们两个人在群，每天都在群。那简讯对电话还有一个可能，是因为身边有另外一个人，他不方便讲电话。是的。哇，那可能你们女生。后来他比我小了大概十岁吧。还有一行是我。十岁了吧？好，你拿一个东西跟他换了。学名。对。啊，你情书。跟什么东西？跟着衣，主要是这件衣服来着的，衣服穿的衣服，对。为什么？等等，情书我得先分析一下。那个汉典，把情书拿给我，不然念出重要的东西。我把名字挡住哈。对，上面也遮起来。最低字迹可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？可以啊，你看看这个字，想象这个人。啊，所以我要把名字想象一下。上面这个挡住。我看不懂这个内容哎。好，我给大家简单的拍一下哈，就是遮住上面哦，遮住了，遮住了，上下面要遮住哦。对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像情书内容的东西哈。娃娃，洋娃娃两个字，上面写 n 次方的 n 次方，等于艺术，等于看透人间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曲佳瑞这个女生是看透了人间，那这称赞还是？就他了解的我啊，因为他想要写一个东西给我，可是他不会写，因为他从小都在国外，所以他用他会的中文来写，来拼出了这篇文章。哦，他中文造句能力不好，对，可是他用他所了解片面的这样拼起来的。然后你看他写有没有写一个食量大于 man， 看到没有？食量比男人还要大，所以他知道我食量大。然后能量比发电机还大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我看不懂的。眼泪的 n 次方加上呼吸声的无限次方等于什么？内心细腻，感情丰富。呼吸很大声叫做内心细腻，感情丰富。没有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打呼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才知道会打呼。啊，这样叫做内心细腻啊？没有，就是应该只是呼吸道有问题。就在那个过程中，他了解我，他觉得我很特别。好，一共有三张，不管谁得到的话，一共有都是一样的。就是不一样的内容，不一样的内容。就他试着要写，最后写不出来，最后他说啊，都给你吧。好有趣。对呀。等一下，他得到你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都是听到，听到你呼吸了，都一起睡了。哎呦，一定是他很无趣，你才会打呼啊。没有，就是没有啊。那他没有打动你吗？写这个打动啊，所以就有这个东西。对啊，那就有了。那就有啊，只是就是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不交往呢？没有，就是后来发觉他有一些问题嘛，就是还有一些问题。帮你去去煤气，来想时间。好，反正我讲一下，就是因为后来我发觉他生命里面还有别的女生，所以我其实我就这个问题很大。这个因为他对你好都好的不得了，然后你发觉的时候，你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在座的女生们，这个男生有列出一行是写说，简讯多于电话，这是好还是不好？我
觉得不好不好。简讯对于电话不好吗？不好啊，因为文字有的时候会让你有不同的想法，人还是要直接沟通。太多想象空间。对啊，对对，所以你太常传简讯，太少直接打电话。就是我们两个每天都在传简讯，每天都在传。他好像比较希望是电话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他希望，因为他写了简讯多于电话啊。因为简讯多于电话，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身边有另外一个女生，说他不方便讲电话，所以就要对对的，是就这样子是吗？哇，所以你们女生这个可以的，比较清楚的，过来人。只有你，他后来这样讲，我突然间想到了，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任何迹象，我们还在就是热恋中的时候，我就发觉，不论我们在吃饭或看电影或去任何地方，他有时候都在传简讯。Idea 是指构想或者是主意嘛，灵感不等于年龄，对，所以他是在暗示我年龄哪一边比较多吗？他是说无限的想法不等于年龄，他的花样比较多，所以他虽然年纪，就是鬼灵精怪，怎么样啊？他有点青春少女的头脑，对对对对。女情怀，许佳瑞老师一定有什么女仆装啦？我没有，我就这个样子了。他就觉得你有脑中有很多奇思特想，对，不是成熟的人会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他可能就深深被这个吸引啊。你要想，他比我小大概十岁吧。还有一行是我。十岁的阿妈，阿咪要帮你出专辑嘞，对，帮你选好十首歌。阿咪，我爱你哈、哦！你这个情书还有什么附加？看下课要不要换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这是他的外套。哦，是一组的。他的外套为什么在你手上？你知道，就热恋中的时候啊，常来放在我在学校上课，可是他如果一个简讯一来，我马上去找他，你知道？下课马上去找他。你在上课马上去找他学生？他传简讯，我就马下课就会去找他。这热恋期人不都会这样吗？是，就会放下手边工作，赶快去找他。然后到他办公室，他你会上课上到一半就看简讯吗？不行，你会知道会想，可是想说赶快下课。学生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？你不是想要先想一下吗？我刚传了，就是说我就是一下课冲到他办公室去找他，就经过他的公司，哇，你知道好几百人在那公司里面，到他的 office 进去的时候，他是主管，就是蛮厉害的。然后重点来了。他就站在那个地方，可是主管穿这个外套，他西装挂在旁边，好不好？人家公司要轻松一点，我就走进去，我就看到一个这样子在背后，然后就说哇，我说这好好看哦，我今天不能讲出他名字，然后他就说你喜欢吗？我说喜欢，他就马上脱下来就送给我了，然后就帮我穿上去。是啊，对，然后我是在卖这个衣服的，不是，被昨天打来六件，不是，然后重点是我去过。我去找过他几次，然后另外一次去他又有另外一件，他就给了我另外一件。他们公司在卖这个，所以你有两件哦。另外一个卡廷不一样，然后他后来知道我很喜欢，他还特别上网又买了一件小的给我。我帮你问一下，抛开这个故事不谈，这件衣服是好看的吗？好看，不错，你要穿穿看，我觉得你会合，很合你。FP 放屁，这样子我穿这个会不会我会不会外遇？你会想要吗？你想要吗？你不要栽赃在我们节目头上。换换换，你换一下，我们这不用换，再添加一下。可是你要拿情书哦。哦，还有情书，还哦，情书你就带回家烧。对呀，回家对呀，包邮。可是这件真的烧的很快。我跟你讲，这超好看的，简单简单，在台湾买不到。哦，这个好看。对嘛，我给你买不到。台湾买不到。他还买了刚好哦。你看，你跟他换。你穿好好看哦。你要背对他，背对他，哇。夏哥，你想要外遇的对象是许佳瑞啊？你看，就是背影啊！你希望这个吗？好，真的好棒 ！OK， 你要还给他，你给你啊！不行，我给你好了，我可以戴吗？当然，看看看，对，重现当时情景了。真的，他当时有帮你穿上吗？有，他帮我拉起来，拉一下，好贴心哦！已经不用上班吗？好，我快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等下去看什么电影？看不用电影啊，我有住两个房间，你一睡一个，我睡一个，不，然后这边听一下，你有没有在大呼？对啊，你不敢说你的 A S 功能啊？对，哦，对，大呼啊！动物医院，哦，那他不要讲错了。
除了那个衣服之外，请那个夏克力把情书也收去。好，我可以学一下，可以吗？怎么？我需要那个情书要学一下，怎么？怎么我送一个女生这个衣服之前，要帮她写这种东西啊？你有没有写？对对对。因为你中文也不是很好，你有没有写过这样的给黄家谦？我这样子可以写，我就直接把这个签上。而且你拿立可白把名字涂掉就好了。对，这样简单了。意外的这桩交易成功，出于启家瑞奇特的品味，想要这只狗大便的 X 光片，这让我很意外。清新的启家瑞去去掉了一样东西，对不对？回去慢慢用，对对对。啊，所以祥狮献瑞这只祥狮呢？左右两边的人现在有义务要各拿出一样东西来，好，荣嘉，请你拿出一样东西来。洗发精，哦，洗发精实用啊，很实用，我的东西都超实在的，有没有过期？没有过期，很新鲜，真的是没有过期。但是因为我今年就是他们周年庆的时候囤货太多了，哦，请问你买了多少？明年八月前，我一打开柜子才发现好像有8到10罐。哇，你怎么有能力从超级市场把它扛回去？因为我是累积的，其实我之前还没用完，然后我后来以为我用完了，我就一直囤货，一直囤货，因为就想说打8折很划算。所以你是所有家用品都要囤吗？黄豆也是有囤。黄豆，黄豆，谁会在家里囤黄豆干嘛？豆浆，豆浆，有，而且是有机的，所以是贪便宜的心态，而不是说饿过。洗发精是贪便宜，可是这真的很好用，我几乎都会送人。洗发精的原因，我特爱，因为它就是天然。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很怕秃头，因为我的头比较高。你没有讲啊，要跟他们讲秃头的事情。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天然的一些精油啊，然后还有那种草本的植物，然后你可以天天使用，都不会让你重，头发会肿起来，头发会变多，头发会变长，会比较容易生长。哎，真的吗？我觉得，因为它是迷迭香啊，买东西啊，这样子我会让你头发。你也在卖是不是？你刚刚还说对啊，这个真的有吗？这是重点啊！你从大学开始使用有效果吗？我觉得还蛮有效，至少现在还没有秃，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我这边要秃了。可是那只是你自己的错觉，我也想要换。可是是真的，它真的很就是蛮有用，因为我觉得平常市售洗发精都有含一些细磷之类，会阻塞那个毛囊，然后你就会比较容易掉头。而且因为它很容易过敏，所以它用的东西应该是真的还不错，而且是全新的。重点是它可以治疗秃头，这个疗效很重要。我觉得许佳瑞好像想要每一样东西。对呀，可是我的这个真的很好。对呀，感觉不错哎。因为治秃头这个，我觉得这味道也很好，它不是很刺激的。对啊，我拿出来还其实有想说，你又有东西要跟他换吗？可是我不能跟换什么东西啊！你赶快拿一样出来吧！现在决定权在我哎，你拿来被闻来闻去的，全部的东西被你换光了，你要先走是不是？谁要？你看，是要先走是不是？换这么快？那他要去上课是不是？好，对。继续礼物超诡异，开门礼物高科技。弟弟，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换？是一组娃娃，而且它做得很精致，好可爱哦！你就算送给别人啊，你隔天它还是会回到你家。真的？开门啊！我有一天晚上做梦被惊醒，对，然后呢，第二天我马上上网去找它，然后就找到这个东西 ，OK， 可以解决我的噩梦。噩梦处理机吗？哦，因为是买到台灯啊。拿出洗发精了，请问许佳瑞拿出什么来？来，哇，好大一箱哦！鲜鱼饼，看到没有？什么东西？是深圳的 fortune cookie， 跟你这个配不配？哎，拿一个给我，拿一个给我。好，可以一个人放一个。里面都有一个名字。我也要一个，这个我也想要。自己拿一个，自己拿一个。它臭掉了，有点味道了。吃不可以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不可以吃掉的。所以西方人在中国餐馆吃完东西以后呢，餐馆一般会附赠这个鲜鱼饼 fortune cookie， 然后呢，里面打开来的话就会有这个一个饼干在里面。然后一般老外吃不吃呢？吃，可是重点是要看里面的人好吃。所以这样掰开来以后呢，你闻闻看，里面就会有个鲜鱼嘛。所以呢，拿出来就会可以给客人逗一下，说今天的状况如何？这都是中国古老人的智慧。结果里面还有乐透的号码。然后取那个大 S 刚才这个鲜鱼饼里面写的是 ，Your dearest dream is coming true。哎呀，你最甜蜜的梦想马上就要成真了。真的。所以一般餐厅供应的 fortune cookie 呢，比较为了讨客人欢心，应该不至于有让人尴尬的那个千条发生。所以许建国，你抽到什么？而且他又会有号码。我抽到的是什么？他们写说一个什么空的位啊，
是没有一个好什么好的政策的一个。什么东西啊？对他这个主播不用考英文的。不是啊，他就 empty 啊， empty stomach 是不是？这是 stomach 是不是胃啊？ Empty stomach 怎么样呢？对， It's not a good political advisor。哦，如果要谈事情的话，不要让客人空着胃，不是胃空的。事情之前要先吃东西。我的是不要追求永，停止追求永恒，快乐就在你身边。我就是快乐，耶！等一下交换礼物的人就在你身边。我太久了，知道吗？太久了，你要看 NONO 的，吓死了。NONO 是什么？你念，你念，快念。快点！他说呢，我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，很会照顾身边的人。哦，你帮我翻译一下，把英文念出来。他说讲的是中文，心肠好。Kind-hearted， 你看你的心多好。对。And hospitable， cheerful and well liked， 大家都喜欢你。哇！好准哦。金宇，你都要赞美，我决定换洗发精。原来抽到怪签是不是？对，我的签超不准。他说 you make a good lawyer， 他说我当一个好好的律师。我这种存在突然的，后面会越来越荒谬，可能会抽到说你以后是一个好的消防员。下课你抽到了吗？没有，我的比较无聊。说你最近要帮一个会有问题的朋友，那就我啦。OK， 现在出现了有人要争夺洗发精这件事，对对对，我也要洗发精，洗发精很重要啊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一箱你要解释一下，因为他们刚才说闻起来怪怪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去，对，这很重要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翻箱，我好饿，很臭，好难闻哦。他们平常没有，那一定是回事，炸的。这有来自于美国 UPS， 哎，对不起哦，2005年9月20号。太久了吧？太久了，味道都变了。2005年。9月20号，没有，我要讲这个是什么？No，listen。刚刚看我哥讲，这我们去中餐厅才有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干嘛买这个？重点就来了，就是你知道我以前有个男友在纽约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那住了一个男朋友。他家的这个隔壁，就那一个男友，他家的隔壁呢，就有一个外卖店。那这个外卖店里面有一对很年轻的夫妻。每一年我去看我男朋友的时候，对，那我都去那边买外卖，因为他做的酸辣汤特别好吃，炒饭炒面都好棒，很棒。可是后来去了好几次之后，我男朋友就跟我说，我觉得不对劲，我觉得那个他的先生在厨房炒菜那个，每次你来的时候，他都有异样的眼光看着。哎呦，哦，想干嘛？所以后来我男朋友不要听啊，他又在讲有人男人对他着迷，我要造你，你每次骗我听故事都是讲男人爱你的事情，这一盘就是他给我的。这是大厨那老板给我的，你怎么样？花6000买的吧？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。每一次我去外卖，其实我喜欢这个，我都要看我的运气。那你就留着啊，因为他已经过期了。因为你可以看到80岁，你还在看呢。没有，你听我讲，然后你知道，然后许佳瑞是跟我说，那个男的为了追他寄了一箱 fortune cookie 来。没有，不是他寄的，我就跟他说我喜欢这个，然后那个老板就说你喜欢这个好，那每次外带就给你一个两个，就多给你，他说多给你几个，我说不行，我要更多，他就说那这样好了，下次你知道我老婆不在的时候你来，他说我们其实有很多这个都是我们外地他要用订的，他就给我，我就抱回我男朋友的工作室，那我当时男朋友看得很火大，他就说我就跟你讲过，我叫你不要去那里，叫你不要自己去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每一次你来的时候他在后面炒菜都光着膀子这样弄那个热炒，然后就说你要什么都会这样，他说你不要去，我叫你不要去。可是我说他真的给我好开心，你看这一大盒，我说你帮我寄回台湾，所以这还是我当时男朋友很火大他寄的。你男朋友还要帮另外一个男人寄波士顿给你？但是，我现在想一想，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？然后我男朋友就说这个男的，这个老板，这个厨子对他不友善。他说他对我很不友善，他只有对你友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现在知道了，对，因为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去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你怎么那么，他就讲，你还跑过来烤到煮了，他说你今天吃什么一样的炒饭跟酸辣汤吗？我说对，他说你要常常来这里啊，你叫你男朋友，他说你男朋友不好，哦，他知道他有另外一个女朋友。对，现在想一想，可是厨师自己也有太太啊，是好人。对啊，厨师也有太太啊，对啊，所以你就是只能够在这个跟那个中间选而已啊。
没办法。徐熙媛，徐熙媛，他现在拿的都是他爱情的战利品吗？不是战利品，都是失败品啊。你都是悲伤的故事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 no， 你现在有权利决定了，就是左右两边呢，一边是我肉虾的洗发，我在跟你很合。哎，你这个是新鲜的吧？是新的，全新。这个是没有过期，那个是突破期六年的。对啊，期六年谁要？你要洗发精吗？当然啦，怎么会拿这个？啊，那请问刘荣嘉，哇，你愿意用洗发精跟他换香湿的吗？重要，正重要。我要的。你拿出锤子杀你吧！什么东西啊？Kevin 限量的高跟鞋，戏院也想拥有。多少钱？特别。说说看。台湾也买不到。你真的要跟我换吗？因为他急于出脱他手上的东西。我手上今天带来的东西，我全部都不要再带回家。而且是香槟的话，你把它放进去，不管摆多少，再拿出来香槟的气泡，都是一模一样，都一模一样。那你们应该要好奇，为什么徐熙媛会把它拿出来？对啊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的酒啊，开完都一定会喝光。请问谁要争取洗发精？我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退市场买啊？好，可以继续。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换？你那个盒子看起来蛮可爱。这个很好，这个是我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，然后就收到朋友准备的圣诞礼物，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名的牛仔品牌，然后它出的限量的娃娃，然后有男生跟女生，然后他们一起吗？是娃娃，是一组娃娃，而且它做的很精致，好可爱哦！对啊，因为我很怕这样的东西，所以我喜欢要。我其实有点吓到快要出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是名，他是有名的人，他是很有名，而且他身上就是穿了这个品牌的牛仔裤，是真的，就是一套，而且他是限量。那 Kevin 你也应该争取，因为这是造型师应该要的东西，而且是平常买不到的哟。他脸有点绿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就是因为我很怕那个娃娃，他晚上12点会动，所以我拿回家以后，我从来没把它打开来过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算送给别人啊，你隔天他还是会回到你家。知道怎么回事？因为我想说，不是，因为他送给你的动机是什么？因为他可能想，因为我有在收集公仔，可是不是这一种。然后因为我想说，荣家有修行啊，我道行太低了。啊，第一个被打回票了，我超怕这个。可是不要担心，因为曲家瑞好像想要的，真的。而且通常这种，我通常拿来的时候，我会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，因为它很新嘛。可是你就看他的脸跟眼睛、眼神有没有改变？请教我，怎么鉴定？怎么鉴定？眼神有改变吗？就看它材质啊。这个其实是新的啦，它不是一个古董，塑胶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有身份证，对某一种。他有身份证，他每一只都是限量的，所以是他生前的名字吗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会碰到他说你不要我要丢掉了。你这种时候，你都一定要把他衣服脱下来检查一下。还有脱下来，他身上会有金属，不是他们的裸身才是漂亮的，我告诉你。真的吗？我对这个衣服没有兴趣，所以他。你现在，你看徐佳瑞，你现在正在电视上扒他的裤子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我不要给你了，你感觉好变。他在验货啦，他现在怎样？他验货，他的身体啊，身体怎么样？身体的型啊，你就知道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因为他的那个肩膀，你看是分开的，感觉很像是没错，他都是衣服脱掉之后才退货的。我们是专业的人，来，不要，你不要怕啊。然后光着上衣在那边炒菜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瞬时间。它有价值了10倍，有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它有做的很好，你看它做的很好，大家是看到了吗？精致。它的那个手看到没有？它不是一体成型，它是合的。当然要动啊！快，它往上手怎么动？而且后面还有它的 initial， 对，有竖在后面，所以这种摆是很好的。有它的身体，你可以看出来，当初它一定是手涂的。还有肚脐耶，它这都整个是手涂的，它不是做出来的。有变已经变了。我们等一下让你提出东西，我先要处理洗发精的事情。哦，对，所以你已经经理被对不起，你被打回票了。Kevin， 你要提供什么？这个东西啊，我有一天晚上做梦，你们的坏东西真多呀！我要找插座，来来，这里有，这里做梦来。我有一天晚上做梦，嗨，
被惊喜。对，然后呢，第二天我马上上网去找他，对，然后就找到这个东西 ，OK， 可以解决我的噩梦。噩梦内容是噩梦处理机吗？哦，噩梦处理在哪里啊？哎，这东西看起来好酷哦，好需要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未来哦，它就是声音吗？有耳机吗？按摩吗？可是。他就把它带着，然后呢？可以干嘛？要去哪里？带着，然后你看，他有治疗不同秃头，前秃后秃，地中海秃。你们两个很适合交往。哇，没有，他就开始，而且有女生秃，男生秃，女生。我有新秃，什么亮了？有没有看到亮了？亮了，亮了。你要跟桃太郎去打仗了吗？没有看到，有亮了，有亮有亮。然后他就会利用那个光波治疗你的秃头，是让你的毛囊恢复健康。真的假的？那为什么你？不要了，对呀，我有两只，这好可笑哦，因为我怕它会坏掉，我怕缺货，所以请问你从哪里买的？我在网络上买的，台湾不是国外的网站，这不是台，后来台湾有寄，因为是买到台灯啊，不是，而且它这个可以接耳机哦，阅读，你可以一边治疗秃头一边到底有没有用啊？我觉得有用哎。觉得这个很有很棒哎，这个很棒，你要争取吗？而且你知道这个价钱多贵吗？可是我头发很多哎，快两万块，亮啊！快两万块，容量我这边还有更好的，你想想看，还有更好的，你这么可爱，你戴这个，好可爱，周边的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所以换到要立刻，好可爱哦，你看。好像从忍者生出来的，我觉得他没有很是女性秃吗？女性秃比较少一点，没有秃你少。你还真的研究啊，刘文章，真的还有女性秃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根本没有效了。好好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，我跟你讲，科技的没有效，真的要用这个古法的。这也是真的，这个是那个有刷法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刷头发的，可以，这是一个大梳子，可以促进整个头皮的那个血液循环。你这个每个人家都有一把，没有，这个是那个气压式的。在路边摊人都有，这是新的，这专门提供给头发。他感觉比较喜欢这个，这个比较好。我比较是假的，你比较喜欢梳子，真的要用。我喜欢，我很怕高科技，用科幻的东西真的。哦，这样子的话，我有个解决你秃头的问题，马上解决。你看，我有，你戴很好看呢，戴好看了，真的吗？那跟你今天很配，你戴很好看啊。谁还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？许湘瑞老师，那很适合你哦。什么都刘荣嘉，刘荣嘉，这个头罩跟那个大梳子，你选哪一个？梳子吧。成功？没有。成功。这个给许建国吧。所以许嘉瑞，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换？拿这个东西吗？有，来了。衣服哎，这是什么？衣服有什么好叫的？好像周里妹害我的啦。怎么说？那好笑，怎么啦？就是我去年5月25号上了一集。你怎么记得日期啊？我会记仇的哦，而且我还记得是36台晚上10点播。哇，你跟这个娃娃好配哦。就是呢，那集是在讲说，天啊，这些人去过哪些地方？是，然后。康熙就发我来，然后就讲我去欧洲，然后跟我爸妈去什么蒙地卡罗，去很多地方。用你月工会的钱，我知道。没有了，好，总之呢，我为了这个，来汉姐把衣服拿过来给大 S 检查。然后为了小 S， 我特别到我们台湾的设计大师那里去买了这件。是。音乐一下完，啪，一进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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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 S 就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你今天怎么会穿一个这么奇怪的衣服？”那你要给我。对啊，奇怪的衣服你要给他。等下这件衣服奇怪吗？有点像行动。你不觉得很美式度欧式或法式度假风？徐熙媛，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看人穿，嗯，如果说你就是不要化太浓的妆，穿那种简单的头发，其实清新的感觉，其实还蛮清新的。荣嘉，你出来比一下好不好？荣姐，穿简单一点的，对对对对，头型还挺好。就是我那天就穿那个凉鞋。OK， 机器比比看，我看。不 OK， 不 OK 啊，很好看，很帅啊 ，OK 啊，绿色的配起来的配件颜色，对啊，你现在画很合，你现在可以，从那造型师在那边挥手，你们老师说不行就不行，对啊，许嘉瑞老师，你再比一次我看，而且你知道我那天多难过，因为太高了，没有穿起来，我就觉得说很有东方的感觉，你知道，我就觉得很漂亮，哇。这边还蛮适合你，真的也来哦，立刻。你这边要换吗？我想换，你的穿得下，穿得下。哦，太适合了。
我拿了个东西给你换啊，你的东西我都不想。礼物交换给我，你个疯狂的。对呀，没有，那是给我的嘛。啊，弟弟，你要，我觉得他还蛮好看的。你要再把衣服在我心里吗？就是我，你要把它带回家，我不要再带。我觉得你可以穿穿看，而且你要记得换门锁，要不然他会回家。没有，我没有成交啊！哇，你好厉害哦！只剩这一双烂鞋了，这双鞋很贵，还两又来了，又什么又来那两万，所以你要跟 Kevin 老师换，对不对？鞋子，因为他可能用得到，因为他帮女明星做造型，对，所以请你解释一下这双鞋厉害在什么地方。哦，这双鞋其实我大概应该也只穿了一次吧，穿去爬山吗？怎么可能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应该上去那天是下雨，那我去金马奖的评审。可是因为我放了很多年，这已经很多年，而且我看点拿来给大家一次鉴定，它其实很干净，可是灰了。我应该穿过一次或两次，没有很多次，可是应该用的很用力，因为它比较小。是的，这鞋是 miu miu 的哦，是好的东西吗？是好东西，可是怎么那么脏啊？你怎么没有擦？因为它都不洗脚，不是因为就是没有擦，就放在那边。可是这个是那个牌子吗？是啊，是的，就那年我担任他们的评审，然后要去典礼，要走星光大道，可是我就觉得我不想穿高跟鞋，想穿个平底鞋，然后本来不想买，后来想说啊，最后一分钟他们叫我们几点钟要在哪里集合。我说好吧，那就赶快到我们家那边的敦南收购里面去挑。二楼有个店，你出来一下，我看看你今天脚上的鞋。总之，我就买了这个，我说这个很好。你脚上这双可能比较换得掉。对啊，脚上这双好美哦。你要不要换掉这高跟鞋，然后把这比较便宜，好不好？这比较贵耶。可是什么 size？ 就是我的 size 不是，我是36.5。这么小？因为那时候店里就这一个。他说你要不要？我就说天啊，那就买吧。就穿一个小脚鞋去参加金马，要走那个星光大道，走到脚都痛了。可是你穿这个去金马也不对啊。对啊，平底，因为它不够深。因为我那时候还是我，还不是现在的我嘛。当时是书卷气比较重的我。你现在书卷气还好，你看这都没有变啊，还是一样很有个性。对，哎，你要不要抽一个饼干啊？我刚已经抽了。不要客气，随时都可以来抽。对，所以要不要收他鞋？但是不要。那脚上那双你要吗？脚上那双我可以。真的假的？脚上那双我有另外一双可以跟你换。真的假的？脚上这双我觉得很好看。对啊，脚上这双是同一个设计师哎。你有没有看到盒子？他那个特贵，跟他比起来这双鞋很特别。说说看，海外也买不到。怎么说？在美国买到的。我是为了一个艺人他的演唱会。你这样可能会激发大 S 的斗志。他的跨年演唱会。好特别。从国外买回来的，定，所以台湾只有这一双，台湾只有这一双，你绝对找不到。大 S 最喜欢台湾只有一双红色的，是哦，哇哦，红色你喜欢吗？当然啦 ，OK， 好，那就这样，不要盒子不要打开，大 S 就跟你换了。但几号？不要讲，我跟你讲，许昕媛那么喜欢鞋子呢，就算脚号不合，他也可以换，就为了收集台湾仅有的，应该换。你要不要赌一下，他拿一套东西出来跟你换？哦，你真的要跟我换吗？因为他急于出脱他手上的东西。我手上今天带来的东西，我全部都不要再带回家了。是，哎，你把那个体积最大拿出来好吗？体积最大那个麻烦你。这个我知道。天哪，这什么？这个你们真的应该要珍惜哦，这是很罕见的东西。真的吗？好大哦！哇，咖啡机，是咖啡机，看起来好高级哦。是咖啡机吗？是什么？感觉是超音速播音的。这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你一个人住的话呢，开一瓶红酒，那一个人可能喝不完啊，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。哦，好像有。等一下，然后干嘛？然后它就会把红酒完全的真空，一直到你下次要喝的时候，它的味道都不会变。这个好哎，如果是香槟的话。你把它放进去，不管摆多少，再拿出来香槟的气泡，跟它原来味道都一模一样。可以放汽水进去吗？汽水。我先调查一下哈。请问在座的人对这个有兴趣的举手。超有兴趣的。好，放下。那你们应该要好奇，为什么徐熙媛会把它拿出来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家应该是蛮常用到酒的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酒啊，开完都一定会喝光。没有那个机会用到。看完今天节目，来宾们的礼物可真的是有点无言呐、啊。礼物怪归怪，可是却效果是徒有，纯有。明天康熙来了，还会有更多令人傻眼的礼物哦。